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就昨天我跟我表弟在那边比赛那个钓鱼啊，结果我输了。今天为了打赏他，我帮他烤一下鱼。这个鱼是昨天钓的，然后放在水库这边用这个袋子啊养了一个晚上，今天把它烤了，有三条在里面。这鱼还没死，还活着。它敲晕了，然后这里跑了。是内脏啊，就让它流到那个水库里面去，这可以喂鱼的。鱼已经杀好了，开始做了。在这边还是挺方便的，这边好多柴呀。再烧一点木炭啊！我在烤，我表弟在那边玩，搬看看有没有螃蟹。这鱼身上划上几刀，这熟起来更快，也更入味。现在开始烤了，在这上面抹一点油。可以了，下去烤。抹一点油在上面，在翻个面，这我烤鱼啊，烤的比较少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烤成功。放点这个烧烤粉。放点花椒。放点油，翻个面，然后再放一点调料在上面。天气又快下雨了，挺香的。我肚子早就咕咕叫了，现在已经熟了，可以开吃了。好香啊，迫不及待呀，开吃。这味道不错，这边可以啊。现在下雨了。